越买越穷的四样东西，我相信大家肯定都买了啊。富人呢还真不一定会买，穷人呢又一直在消费这四个东西。你们想知道是什么东西吗？首先啊，第一个买彩票。其实呢，通过买彩票中奖这个几率啊是非常低的。咱先不说咱们有没有机会去中那个头等奖啊，就是光中奖这个几率就好比大海捞针。第二种呢，就是超出自己预算范围的买车，德不配位的去买车。其实汽车大家都知道，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品，那买车容易养车难呀。经济实力没有达到那个标准的时候呢，不要盲目的去追求，没有必要追求这些虚荣的东西。第三个呢，就是电子产品。首先呢，电子产品它更新迭代特别的快的，今年12，明年13，后年14，大后年15了。看到很多朋友啊都开始换手机了，然后自己立马就换了。其实我跟大家说啊，你能换和你有没有必要换，这是两个概念。这个电子产品呢，它的区别其实不是很大的，只要这个东西够用就好了。反正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啊。这个东西本身呢，它就属于冲动性消费的。第四，奢侈品。现在消费主义的人实在太多了，并且呢，大部分的人他是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的。很多人呢，愿意去买一些奢侈品，奢侈品包包、鞋呀、潮玩啊。很多人觉得自己身上有了奢侈品，就是成功人士了。但是一味的追求购买超出能力范围的话，会让你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。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说的一句话，厚德载物。